你好啊、我叫 Ivo， 我来自东欧拉脱维亚，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国家，中文名字叫宝宝。什么宝宝？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般什么年龄阶段的人叫宝宝吗？因为就是差不多四五年之前，我就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天线宝宝。天线宝宝，好早的节目啊。宝宝今年多大年纪？24。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我今天其实来了，希望我的女朋友的妈妈求婚。向女朋友的妈妈求婚？啊，对。不是，你有女朋友，但你要向她妈妈求婚。啊，不是，我傻了，不是这意思啊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吓着我了，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太有悖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俗了啊。我有女朋友，她的妈妈是不同意的，所以我希望就是，向她告白。对。啊。你大概清楚丈母娘反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应该是他要求应该比较多呢。嗯，我一直想见他，然后但是他不同意，去他们家他就不给我开门什么之类的。哦，他给你吃闭门羹？对对对，就那一种。那你在这儿能有多大胜算呢？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就希望试试。那你女朋友什么意见？什么意见？愿意跟你走吗？愿意。愿意跟你结婚吗？愿意。即便他妈妈反对，他也愿意是吗？嗯，那你私奔就可以了。但这个应该不太好了。怎么不太好呢？就是他特别爱他的妈妈，然后他特别希望就是他妈妈能同意，能哦，还挺有孝心的，还挺尊重父母的。你和女朋友相识多久了？其实不太久，就2个多月，快3个月。要我也不乐意。才2个多月，如果有这个感觉，我觉得就无所谓是多快或者多久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为了证明你这个外国友人到底是不是特别的诚恳和尊重父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这我不太懂了，不好意思。我问的直白一点啊。啊你们牵手了吗？牵手啊？接吻了吗？接吻是吗？kiss， 接吻了吗？啊啊！你们那个了吗？啊。你懂的，我不懂。